此时此刻，一场大雨正在影响全上海。啊，这个台风桑达过后啊，都说是桑拿天啊，热，其实高温也就意味着强对流天气。所以在最近这几天来讲的话呢，啊，不仅会有高温啊，会高达40摄氏度啊，那其实这种强对流、短时的强降水、雷雨、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会频繁的骚扰我们的生活，出门记得带把伞。